人就怕美女如云，女人就怕男人不行，开车就怕刹车不灵，打牌只怕只输不赢，游戏只怕网络卡停，作品只怕没人点评。都说如今现实社会中啊，女人都是喜欢两种花，一种是有钱花，一种是随便花。其实男人呢、也喜欢两种花，一种是天天花，一种是夜夜花。可遗憾的是，口袋的钱还不够花，对不对？你羡慕别人的老婆长得美，别人羡慕你的老婆柔情似水，你羡慕别人的老公长得帅，别人羡慕你的老公挣钱快啊，你羡慕别人的工作有多好，别人羡慕你的工作能到处跑啊。人都是这样的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，自己拥有的不珍惜啊，永远都觉得别人的好。你眼中的草却是别人眼中的宝，别人眼中的草却是你眼中的宝。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舍弃了美玉而求顽石，不怕货比货，就怕不识货，最后还一错再错。都说女人呐、化完妆之后都很美，但当她卸掉妆再看，那是什么鬼，对不对？都说男人呐、掏钱包的样子最帅，但如果男人口袋空空，谁都不会爱，对不对？婚姻呐、不一定幸福，单身不一定不幸福。出生的时候啊，我们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最后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永远陪着你。爱情是个奢侈品，没有也可以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都是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都是人，我看未必。说完人，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社会的状况。在古代的时候啊，药店的门口啊都会挂着一副对联，上联写着淡然世间人无病，下联宁可架上药生尘。而如今呢，我们看看各大城市的街道上，很多的药房门口常常挂着一个横幅，买二送一，多买多送，购药满200元送20个鸡蛋。结果很多医院和药房的患者天天从早排到晚啊，甚至没病的他也去凑热闹。有些医院和药店是盼着人生病啊，有些卖花圈和做棺材的是盼着人归西，而只有保险公司才是真心盼着所有人都平安。大家可千万不要把某些保险公司想得有多善良，那只是他们不想赔而已啊，从小到大呀，就有很多人教你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人，成功的人，有钱的人，却很少有人告诉你如何成为一个快乐的人。那么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们如何成为一个快乐的人。想成为一个快乐的人，一定要读懂这些古圣先贤，读孔子懂为人之道，读老子懂处世之道，读张子懂养生之道，读孟子懂君臣之道，读荀子懂学习之道，读孙子懂韬略之道，读管子懂教练之道，读韩非子懂统御之道，读鬼谷子懂传谋之道，读大学懂修身之道，读易经懂天地之道，读禅宗懂生死之道。